虾米，和这些国家谈恋爱竟然有这些规定。在你的国家看到喜欢的异性的话要怎么追？我们告白很简单，就是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。比如说你在夜店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在跳舞，然后你不用去跟那个女生讲，然后自己来。所以各国恋爱观大不同。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